大家好，我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。我们来看这个整体手相还是不错的啊，手掌丰润厚实，根基非常不错啊，有做事业的基础。主纹路呢也是非常清晰深长啊。这个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它的事业线有中断之后再延续，所以说这个说明呢有改行换业的一种可能性啊。主纹路清晰深长呢，说明啊能力强，素质高，非常适合这个做事业啊。同时呢，他这个巽宫也是高凸饱满，自身的财运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离宫啊、坤宫啊这几个代表这个财富禄的三宫都非常的饱满啊，包括金星丘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手指形态也是非常的好啊，四指严丝合缝啊，所以说整体的运势根基包括这个财运还是非常不错。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啊，这个财运不错啊，财运不错。这个今后呢不愁钱用，比较富贵，婚姻呢是比较坎坷啊，主要看他的感情线的状态，包括他的结婚线相对不平衡，而且有一些弯曲分叉的情况啊，所以说婚姻方面呢，感情啊不是特别融洽，有一些挫折，建议生活上呢不要有太多小的情绪啊，要不要意气用事，多注意沟通啊。我们再看这个。这个手相当中呢，感情还是不错的啊，感情线啊，感情上非常稳定，非常和谐啊，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啊，在财运上呢要当心小人啊，当心小人，这个有一些小人纹冲了指缝，容易有一些破财的情况发生啊，往往是因为小人而破财啊，需要提前注意和规避。好了，这个三个手相特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这里还是。玄机啊，如果是有八字主要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